这是个玉米，这个玉米超好吃，蒸一个玉米。这个是蒸水蛋，老爸爱吃蒸水蛋。这是鸡蛋，煮一个鸡蛋给狗狗。这个是狗狗们的鸡胸肉，热一下。卷卷，每天我洗脸呀、上厕所呀，卷卷都在门口守着等着，那小可爱。彩彩，你还没睡醒啊？啊，小乖乖。哎呀，我们起床了，他自己在沙发这里做个窝，继续睡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馒头啦？哦，馒头在这里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小乖乖，马上吃早餐了啊，乖乖。哎呀，甜嘴了，是不饿了？今天好好吃早餐啊！馒头，您家奶奶了啊？每天早上要他给他早餐里面加点奶粉啊，他要看到这个罐子啊，他才行。没有这个奶粉，他不吃的。馒头笑死了，跟小孩一样。看狗狗的早餐，鸡胸肉拌狗粮，加点羊奶粉。来，宝贝们，快吃早餐了啊，宝贝儿！哎呀，馒头今天真积极，看着我加奶粉了，是不是啊？快吃啊！馒头早餐就是这样，要给他的那个碗里加点奶粉，他才肯吃。这两个不怎么爱吃奶粉，不过也给他们多少加一点。馒头现在特爱吃奶制品呀、啊。扫拖机器人在干活呢，我在忙早餐。这个是手抓饼，手抓饼上面我撒一点那个芝士碎啊，然后再挤一点那个蛋黄酱的这个沙拉啊，然后把这个手抓饼把它包上就可以了，超简单，这样做，把它两面煎黄就可以了。手抓饼的话，我买的这种的话是那种就是油少一点的，有的手抓饼啊那个油特别多呀、啊。我买的是这种油稍微少一点，我觉得手抓饼很容易发胖，但是偶尔吃一下觉得还是很香，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。再来打一杯这个新鲜的咖啡，我是每天早上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必须要喝一杯咖啡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喝一杯咖啡啊特别通便啊，吃完早餐就可以去蹲厕所了，所以我就习惯了，我是早餐必须要有一杯咖啡。像老爸呢早上起床的话呢，他是喜欢去喝茶，所以他今天早上他说他不要咖啡了，他喝的是茶，然后他一般的话每天下午的话会喝一杯咖啡，所以喝咖啡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啊、哦。喝习惯了会觉得离不开了，像我有时候出门的话呢，就是出去住几天的话呢，就是我也会带上这个速溶咖啡啊，就是喝不了这种新鲜现打的，也要冲一这个速溶咖啡来喝。像平时每天自己在家里打一杯这种新鲜的咖啡，觉得特别享受啊。老爸，快要吃早餐了。吃早餐了啊、哦！今天早上超简单，老爸要吃蒸水蛋，我就给他蒸了一个。我不太想吃蒸水蛋，我就必须要一杯咖啡早上，半个玉米，一块手抓饼，然后这个鸡蛋的话是我吃蛋白，狗狗们吃蛋黄，简简单单的早餐啊。这是昨天晚上收到的鲜花，在拼多多买的，一个粉丝告诉我的，这个叫艾莎玫瑰，超漂亮，这一把才10块钱，而且很新鲜，现在天气没那么热啊，就是养花还挺好养的了，可以养好几天，好漂亮，看着鲜花吃着早餐。宝贝儿，你们在家听话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三个小乖乖，
三个有伴儿在家啊，我们今天要去深圳办点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，乖乖。